希望乡亲这么是大，咱来觉悟，咱毋是讲专门针对民进党，咱是专门针对新潮流这贪官污吏的这败类，咱爱希望呢，赖清德总统爱重审这一寡真真正正贪官污吏总理啦，共款啦，是。蔡英文完全即种背档啊，规个国家素质交互单局啦。啊，单局啊，夭寿啊！看这边啊，看无怪吼，无怪吼，啊，规个国家太过乱了啦，真正。蔡英文的这种真真正正后壁操作是啥物啊？单局的操作，蔡英文是一个计谋师，伊无啥物能力，幕后拢是单局一再呢。啊，照着这个蔡英文总统，伊伫幕后咧操作，做傀儡共款啦。蔡英文是一个计谋师兼傀儡而已啦。无啊，拢是单局一手咧操作啦。你想看麦？林高雄这太过烂了的，会使下个糖啊？带你来中央，规个国家无烂嘛，得烂对无？你注意看，新潮流啊，伫每一个县市咧做政务官的人，你注意看，拢总是种死人性嘛，拢总是咧欺压百姓较济啦。我甲你讲啊，就是啦，这个戴文灿，汤县的县长，汤市的市长戴文灿，伊原来是新潮流啊呢，夭寿啊！我这一个前阿嬷吼，六条命，谋财害命啊，迄六条性命呢，迄个前阿嬷吼，要死以前，迄时吼，安尼强忍一口气吼，来我镜头吼，慢慢啊讲，互咱大家乡亲知影，迄真正是吼，咧讲遗书呢。迄款咧，我惨得新潮流啊！新潮流啊，因只人拢有样看样啦，无样，即出来讲学单局甲即柯文春用人个办法就是安尼。你看啊，单局重用两个副市长，一个叫陈启玉，一个叫柯文春，无一个卡小好个啦。啊，柯文春你看嘛，你啊即个哦谢依龙个代志，下人下底人吼，拢来咧甲斗呢。啊！即摆我那一个人来甲我斗呢，伊斗我出名呢。只要市政府的员即个员工，各政府部门的官司拢总包哦，柯文春在做啦。柯文春啥物人捌哩？伊是一个律师，啊，伊专门我去啊，全部向乡亲报告，所有以前伊还袂做的情形下呢，单局所有公务人员内面的表拢是柯文春在包啦。拢总因家咧包安尼啦，包山包海，拢靠面村咧包啦。安尼有知无？你讲关系案就对啦。对。无怪红毛港迄挂人吼，伫高雄关系安那拍拢拍袂赢啦。是。你无去互新潮流，尤其单局因即挂人害着的人吼，你会讲放下？迄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伊那是食重食铁。食甲后尾拢食就对啊！我爱讲着这种物件，我下个切去啊！啊，拢有这种人啊！啊，即摆单局是恶之甲手伸入去法院呢，包括李正恒、欧丽的这种乖嘛是一手伸入去甲最高法院呢，包括家甲也伸来伸手呢。这礼拜绝对来甲控告这个高院长贪污，一起单局。伊利用公款嘛，办这个音乐会。他现在是假借名目呢，啊，用这个吼、某某经费吼、公家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哦，去办音乐会啦。这拢是人民的纳税血汗钱呢。我讲，单局要做代志啦，甲柯文春人同款嘛。啊，恁祖妈的钱，啊，无你是要搞安怎？伊的心态真正是。把咱百姓的钱呢，当作山来啊扛咧用啦。啊，这个吼、这种代志，我想起啥物代志，你毋知？想起江泽民，江泽民吼、用国家的钱呀、贪污，共产党嘛，钱拢我的嘛，帮宋祖英呐、伫了雪梨歌剧院办一个国际音乐会。柯文春，迄种卡小。柯文春无血无目屎，讲唔甲新潮流无关的，讲唔是。这个单局提拔，你看有恶之无？这种甲共单局共款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人啊！伊吼办，伊开三四百万、三百外万吼、咧办一个音乐会啦。
啊，伊伫顶悬咧唱歌啦，啊，真正吼、喔，规拢破烂拍啦。啊，陈局伫下骹笑眯眯啊，啊，即落伊竟然敢讲，敢即落即下当讲毋是提拔啦，啊，真正即种是毋是无情无义，无血无目屎？哦，这切割呢，切割得很清楚呢。哇、哦，啊，这江西人拢知影，这江西，而且呢，官兵过来来即、這个，柯明春要竞选市长办公室，要来甲控制安尼啦。让百姓了解这种无血、无目屎、无情无义的人，在高雄市绝对袂当去生存。高雄市有一个气爆案有无？对。上恶这个就是呢，这捐款43亿外，照你讲，这气爆案是会当国赔，国赔每一个受难者呢，会当摕到1000多万啦。但是呢，这个当局用柯明春啊，就是受灾户呢，一个。是万科和柯明春去咧替拍官司，你看安尼有恶质无？吃东吃西，含百姓，而且受苦难的钱也咧吃安尼啦。但局咧用人啊，拢总是安尼啦，用伊的心腹，伊若毋是伊的心腹，就是敌人安尼啦。所以但局这种人是恶质，吃东吃西，柯明春咧公司就学着这个新潮流但局的这个用人的这个政策。所以他去到劳动部六档，拢总是用这种诶关系咧害到这劳动部的这个员工安尼啦。谢依龙以及柯明春咧用人，就是甲上恶、甲单局恶的。因为柯明春以前啊是替这个单局来拍官司，结果呢拍赵若刚一胜输，二胜煞赢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单局就提拔。柯明春做法制局局长啊，像陈启玉嘛是新潮流，即马上恶质的，就是这种陈启玉。所以陈局下底副市长柯明春，柯明春下底即个谢依龙，好、哦、伊领导风格有够惨的啦。我较早我甲国事报告，伊伫公司咧用人就是安尼，伊伫公司咧用人就是安尼啦。所以是无情无义。你也想，伊去中央做即个总统秘书长，伊带高雄市23个部会首长，拢伊个人啊。你恶势无？我讲给你听啦，你若带来吼，拢是正派好人，啊无会通讲，啊拢带出来这种笨蛇呢。吼、哦，你看那谢依龙咧对下底咧命令咧讲话吼，吼、哦、迄、那个口气，我做到中华民国上校，我对我的迄、那个。办公室的同仁哦，我都不敢讲说我的下属跟我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仁哦，我们讨论事情哦，我们都轻声细语。你就知影啊，阮军中有当时啊吼，头家也袂爽哦，瞪刀啊、弄刀啊，咁要拍人。哎，小弟吼、哦，小弟做中华民国上校，电脑中心上校，哎，国防大学电脑中心，我唔捌咧甲下底安尼瞪刀啊拍，唔捌咧骂啦。蛮的咩？哇！咧柯明春，这个谢依龙吼，我夭寿啊！对这个部下呢，有够惨的呢，查某的，千军的。黄俊英是单局的老师哦，是单局的老师哦，伊竟然用那个痛呢。所以讲，哎，听好啦，乡亲啦，咱大家要注意啦。单局，伊敢对别人喝浓毒，伊就敢对你浓毒，对无？是。你无怪讲，当时韩国瑜对，是因为单局执政天怒人怨，伊才会对啦。安尼哦，唔是韩国瑜咧外交啦，所以爱让百姓了解讲，这种单局已经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人。这会当讲吼，较紧吼第三个中风，就是我讲的，是这阿门港这个代志呢。咱希望赖清德会当重审这阿门港。而且你看，是阿门街害死偌济人啦！甲即马公司的流浪汉呢，有60%以上拢是阿门港人啦。啊，你看像安尼有恶质无？这个钱190亿，单局你起对死啦，你起对惨啦！讲个百姓来了解，伊啥都唔敢回答。我要甲咱国民乡亲一大报告吼，我会参选到这个今年的这个委员。我就是要甲糟糕，我嘛知影我选袂着，不过我要甲事实讲予咱百姓来了解，因为新潮流啊，单局
幕后操作，即整个国家的只一寡人事权，因为蔡英文的无能，造成咱整个即八年来民进党执政相当的乱。你来看，伊个咱伫个二十年前咧讲单独的即种贿赂啊，所以伊即摆已经突然出来，希望乡亲长辈时代，伫未来不管县市长也好，议员也好，只要伊是新潮流的人咧，咱绝对袂当啊选伊，好。新潮流啊，下架，安尼好唔好？我是希望全国乡亲时代，甲我一句话，好啊去思考，为着台湾的百姓，咱希望呢，啊，甲新潮流袂当互当选的议员，啊是市长安尼啦。来哦，乡亲哦，乡亲哦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红，詹教授吼，电机博士。今仔日哦，我请到阮吼，欧力的。吼、哦，来和我开讲一下。吼、哦，即摆因个高雄个故事，我因太过热了，故事规大堆呢。来，欧力，甲咱乡亲请安一下。我过来啊！吼，各位乡亲是大，我是欧力个，你正个。感谢咱詹博士给我这个机会上咱个直播台，多谢。欧力个，吼、哦，恁高雄出名呢。吼、哦，阮即摆台北市吼，只新闻写啊呢，迄、那个柯文春啊。即、这个谢依龙好真歹呢，啊柯文春，恁高雄市副市长呢，单局的人呢，是，敢是？我甲大家报告啦，单局的副市长柯文春这个人吼，单局今仔日这个劳动部是单局所推荐的，因为伊去做秘书长了，推荐柯文春去做劳动部部长。我要甲大家各位乡亲报告。我一二十年来啊，拢讲陈菊用人是非常的无情无义，而且伊是台湾最未见晓的查某。我敢安尼甲伊讲，是安怎讲？第一，伊当选公司市长的当中呢，伊就甲前任的贾中廷市长所用的人呢，一个一个安尼甲汰掉了。所以我咧讲，伊是上无情无义，就是伫遮。这媒体拢总嘛报过，包括啊，伊咧竞选市长了后呢，伊当选了后，甲所有的局处长、贾中廷的一个一个无留，拢用伊的人，所以伊用伊的人就甲位呢，啊，伊伫这个劳委会遐的人呢，包括像这个梁文杰啊，恁台北市的前这个新潮流的、啊、新潮流的啦，梁文杰，新潮流拢位伊旁。拢总甲新潮流为台北搬落来，所以你甲想像单客哦，嘛是新潮流，即马上恶质的，就是这种单客哦。所以单局咧用人啊，拢总是安尼啦，用伊个心腹，伊若毋是伊个心腹，就是敌人安尼啦。所以单局这种人是恶质，假当假地。我等一下会慢慢啊，搁再讲互咱各位乡亲小阿来了解，是。那无你讲吼，我唔知啊吼。好，你看嘛，陈局下底副市长柯文春，柯文春下底即个谢依龙，好，伊个领导风格有够惨的啦。我甲国事报告，伊伫公司咧用人就是安尼，伊伫公司咧用人就是安尼啦，所以是无情无义。你啊想，伊去中央做即个总统秘书长，伊带公司。23个部会首长拢伊个人啊！我讲互你听啦，你若带来吼，拢是正派好人，啊无话通讲，啊拢带出来这种笨手呢。而且吼，你看那谢依龙咧对下底咧命令咧讲话吼，吼迄落口气，我做个中华民国上校，我对我的迄落办公室的同仁哦，我都不敢讲说我的下属。跟我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仁哦，我们讨论事情哦，我们都轻声细语。你著知影啊，阮军中有当时啊哦，头家也袂爽哦，瞪刀啊、弄刀啊，咁要拍人。小弟哦，小弟做中华民国上校，电脑中心上校，国防大学电脑中心，我唔捌咧甲下底安尼瞪刀啊拍，唔捌咧骂啦，唔捌咧骂。哇，咧柯明春，即个谢依龙哦。我夭壽啊！對這個部下呢，有夠慘的呢，查某的，千軍的。我啊，詹博士甲鄉親報告吼，伊這
谢依龙以及柯明春咧用人，就是甲上二、甲单局二的。因为柯明春以前啊是替这个单局来拍官司，结果呢，拍赵若刚一胜输，二胜煞赢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单局就提拔柯明春做法制局局长啦。你会记得咱高雄市有一个气爆案有无？对。上恶这个就是呢，即个捐款43亿外，照你讲，即个气爆是会当国赔，每一个受难者呢，会当摕到1000多万啦。但是呢，即、這个当局用柯明春啊，就是受灾户呢，一个是10000块，哦，柯明春去咧替拍官司，你看安尼有恶质无？吃东吃西，含百姓。而且受苦人的钱也咧吃安尼啦，所以讲伊为公司，伊这个柯明春为公司就学着这个新潮流单局的这个用人的这个政策，所以伊去到劳动部六当，拢总是用一种诶关系咧害着这劳动部的这个员工安尼啦。诶、欸，这个柯明春发了迄个了历史，是。啊，咁是大大。伊是高级，伊就是律师嘛，伊无啥物政治诶，即个背景嘛，啊是纯粹是为着即个赵若刚诶即个问题吼，啊，伊拍赢官司，所以单局较来就任即个市长安尼嘛，所以来提拔你。竟然柯明春无血无目屎，讲唔甲新潮流无关诶，讲唔是即个单局提拔，你甲看有恶之无？这种甲同单局同款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的人啊！哦，这切割呢，切割得很清楚呢。哇、哦！啊，这公司人拢知影，这公司，所以阮即卖已经讨论伫公司，是怎么讨论？这礼拜绝对来个控告这个高明春贪污，一起单局，伊利用公款嘛办这个音乐会，而且呢，官媒过来这个高明春要竞选。市长办公室本来甲控制安尼啦，予百姓了解种无血、无目屎、无情无义的人，伫高雄市绝对袂当个生存。好，即、這个接我甲你讲吼、喔，伊吼、喔、办，伊开300-400万、300多万吼、喔，咧办一个音乐会啦，啊，伊伫顶悬咧唱歌啦，啊，真正吼、喔，规拢破烂拍啦。啊，单脚伫下骹笑眯眯啊，啊，即个伊竟然敢讲。刚出来就下当讲，唔是提拔嘞，真正这种是不是无情无义、无血无目屎？我跟你讲哈，陈博士，你认为嘞？他现在是假借名目嘞，啊，用这个吼、哦，摸摸经费吼、哦，公家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哦，去办音乐会啦。这个吼、哦，这种代志，我想起什么代志，你唔知？想起江泽民吼、哦，用国家的钱呀、啊，贪污。共产党嘛，钱拢我的嘛，帮宋祖英呐、啊，伫了雪梨歌剧院办一个国际音乐会。柯明春，迄种卡小，迄种人情啊，讲咧办音乐会，啊，你毋是江泽民帮宋祖英？伊高声乞巧啦，啊，伊的形体，看单个是毋是一模一样？真正，我叫你笑话吗？是毋是高声乞巧？外形讲出来，我听，哪像当过安尼同款迄种身材啦，哎，来搞过袂要紧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竟然利用公款咧办音乐会，唔是安尼咧，要求即个员工拢爱去音乐会甲听咧，安尼有恶趣无？社会安恶趣无啦？台湾各位乡亲士大，你来做一个裁判，安尼有恶趣无？这拢是人民的纳税血汗钱呢。我讲单局要做代志啦，甲柯明春因同款啦。啊，恁祖妈的钱，啊无你是要搞安怎？伊的心态真正是，甲咱百姓的钱呢，当作沙来啊扛咧用啦。啊，所以你啊想，这种新潮流啊吼，实在是咱台湾人一定开始吼，大家会当讲吼，会当讲大家配嘴配谈配乱安尼啦。我看是安尼。柯明春吼、哦。伊讲赵若刚是黄俊英的代志，啊是即个是啊气爆案的代志。甲单局竞选啊，差千几票啊，对无？1114票啊，啊你甲想，啊伊就替伊咧拍官司的啊，啊无柯明春啥物人捌伊？
伊是个律师，啊，伊专门我去啊，全部向乡亲报告，所有以前伊还袂做的情形下呢，单局所有公务人员内面的表拢是柯文春咧包啦，拢从因家咧包安尼啦，包山包海，拢柯文春咧包啦，啊，你忘记无？你讲关系案就对了，对，只要市政府的员诶，即、這个员工各政府部门的关系拢总包哦，柯文春咧做啦。哦，要是话你看无怪吼，无怪红毛港迄挂人吼，伫高雄关系安那拍拢拍平啦。是，啊，拢有这种人啊，啊，即马单局是恶之甲手伸入去法院呢。包括李正恒、欧力的这种乖嘛，是一手存入去个最高法院呢。包括加个也存呢，存手呢。好这哦，啊，你讲是，我记无啦。啊，单局我是啥物甲乡亲其他报告，足侪人拢讲正啦，你放下啦。我讲我这世人对着单局的部分，对着新料的部分，我死都目睭唔愿开。如果这个问题无做到啦，因为安那讲，你无去予新潮流，尤其单局因这挂人害到的人吼，你会讲放下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伊那是假东假西，假甲后面拢拢拢吃就对啊。我讲着这种物件，我下个出去啦。这个柯明春吼，就是吼，是帮大悲剧啊，哦，大悲剧啊，大悲剧啊，是。拍官司的，啊！这个黄伊咧选举的时候差千外票吼，这个黄俊英吼，那是我的教授，我伫中山大学夜间部的教授啊，那是一个足有名，而且我去啊，全部报告哦，黄俊英是单局的老师哦，是单局的老师哦，伊竟然用那个创呢，所以讲爱听好啦，乡亲啦，咱大家爱注意啦。单局，伊敢对别人喝浓毒，伊就敢对你浓毒，对无？是，你无怪讲，当时韩国也就是因为单局执政，天罗人员伊才会对啦。安尼哦，唔是韩国伫咧外头啦，所以爱让百姓了解讲，这种单局已经是无情、无义、无血、无目屎的人，这会当讲哦，较紧让第三个中风，就是我讲的。我讲你听啦，你看啊，单局重用两个副市长，一个叫陈启玉，一个叫柯明春，无一个卡小好的啦。啊，柯明春，你看嘛，你啊，这个哦谢依龙的代志，下人下底人吼，拢来咧甲我斗呢。啊，今麦我那一个人来甲我斗呢，一斗我出名呢。我都无想着讲哦，这清军的这人残呐，好，我甲人逼到死。啊，有因我甲咱们说报告啦。新潮流啊，因遮人拢有样看样啦，无样，即阵讲学单局甲即柯明春用人个办法就是安尼。所以伫遮啦，我要甲各位乡亲是报告，你注意看，新潮流啊，伫每一个县市咧做政务官个人，你注意看，拢总是种私人性嘛，拢无咧甲百姓一种经营当做伊家己个代志咧做，拢总是咧欺压。百姓较侪啦。我甲你讲啊，即个啦，即、這个戴文灿，桃园县的县长，桃园市的市长戴文灿，伊原来是新潮流啊呢，夭寿啊！我才一个前阿嬷吼，六条命，谋财害命啊！迄六条性命呢，迄个前阿嬷吼，要死以前迄时吼，安尼强忍一口气吼，来我镜头吼。慢慢啊，讲予咱大家乡亲知影，迄真正是哦，咧讲遗书呢，迄看你偌惨得，真潮流啊！啊，所以讲詹博士，你是无受害者，我学你的李正恒是真真正正被受害者，所以我拢希望讲，把这新潮流啊，咧欺压百姓善良的这个倾向吼，我会一一那个暴露，尤其我甲詹博士报告。咱即摆已经伫即红门港即个代志呢，咱希望赖清德会当重审即红门港，而且你想红门港害死偌济人啦、啊？甲即摆公司的流浪汉呢，
有六成以上拢是阿门岗人啦。啊，你讲说安尼有恶气无？这个钱190亿，单局你起对死啦，你起对惨啦。讲个百姓来了解，伊啥拢唔敢回答。所以讲吼，蔡英文执政啦，单局全部恁高雄即个泰国烂了，泰国省哦，全部传入中央。你看嘛，中央执政。我甲乡亲报告一下，蔡英文的执政真真正正后壁操作是啥物啊？单局的操作，蔡英文是一个计谋师，伊无啥物能力，幕后拢是单局一再呢。啊，照着即个蔡英文总统，伊伫幕后咧操作，做傀儡共款啦。蔡英文是一个计谋师兼傀儡而已啦。无啊，拢是单局一手咧操作啦。你想看卖？林高雄即泰国烂落的西下个糖，啊，带你来中央，规个国家无烂嘛，都烂，对无？是啊，你看吴鸿华将做交通部长，整个这个大桥等于，所以我来讲，希望乡亲怎么是大？咱来觉悟，咱唔是讲专门针对民进党，咱是专门针对。新潮流即贪官污吏的即个败类，咱一啊希望呢，啊赖清德总统爱重审即一寡真真正正贪官污吏总理啦，同款啦，是。蔡英文完全即种背档啊，规个国家数交予单局啦，啊单局啊夭寿啊，看这边啊，看无怪吼，无怪吼，啊规个国家太过乱了啦，真正。来，正个啦，咱即阵哦。九分钟，给你做一个结论。我要甲咱各位乡亲一段报告吼，我会参选到这个今年的这个委员，我就是要甲昭告，我嘛知影我选袂到，不过我要甲事实讲予咱百姓来了解，因为新潮流啊单局幕后操作，这整个国家的一寡人事权，因为蔡英文的无能，造成咱整个这八年来民进党执政。相当的烂，你来看，咱伫个20年前就咧讲单独的这种贿赂啊，所以伊即卖已经突然出来，希望乡亲长辈是大，伫未来不管县市长也好，议员也好，只要伊是新潮流的人咧，咱绝对袂当啊选伊，好新潮流啊下架，安尼好唔好？我是希望全国乡亲是大，甲我一句话，好啊去思考，为着台湾的百姓，咱希望咧。啊！甲新潮流袂当互当选着议员，啊是市长安尼啦。好，安尼咱今仔咱一段吼，先互咱乡亲了解一下。好，这陈菊因即挂吼，夭寿啊，全部搬入中央，看这中央会看准吼。恁高雄市已经哦乱七八糟啊，贪污乱糊糊，啊，全部人搬来伫中央，啊，看中央看会避开未啦？好，把高雄市撑了啊！3000多个撑了，即摆撑中央去，安尼恶气无？希望乡亲是大，目睭咱看者，头壳用好啊想。好，多谢，感谢乡亲是大的收看，嘛多谢张博士，我这个机会多谢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